滚，赶紧滚！哥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一天天待在家里面啥也不干，还在外面欠那么多钱，哟，你还好意思待在家里面吗？我欠钱咋了？爸不是还有补偿款吗？你赶紧给我再拿点。对，你还有脸提爸的补偿款？都被你花完了，你赶紧给我滚出去！哥，你真行，你会后悔的。我从此以后没有这样的哥。这都三年了，妹妹也不给我打个电话，也没有她的消息，不知道她现在过得怎么样了。哎，妹妹，你可算回来了。哟，你谁呀？我不认识你。我是你哥呀，你不认识我了？你还知道你是我哥呀？当初你把我赶出家门的时候，你怎么不知道我是你妹妹啊？我每天都盼着你能早点回来呀。我知道当初是我不对，现在看到你啊，过得好，我就放心了。说起来，当初还要感谢你，要不是你把我赶出了家门，我现在也不会有自己的公司呀。我现在有钱了，我要把我当初欠的钱都还了。喂，安玉吗？谁呀？啊，我是佳慧。啊，佳慧呀，你还知道联系我呀？啊，我现在有钱了，我把当初欠你的15万都还给你。还钱？嗯，不用了。当初呀，找不到你，我去找你哥了，你哥已经把钱还给我了。你呀，一走好几年，也不管你哥。哎，你个没良心的，我都不想和你说话了。哥，对不起，我错怪你了。没事，佳慧，当时我把你赶出去也是迫不得已，家里已经没钱了，你又和你那些游手好闲的朋友每天混在一起，我再不让你出去你怎么自立呀？我现在看到你能挣钱了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哥，我知道你的良苦用心了，我现在回来了，我就带你去看病。好，咱们先回家吧。我以后会好好照顾你的。好，知道了，回家。